住在艺术品里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向往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？时代天韵珠海精工美学社区告诉您。天韵位于珠海西城珠海最宜居的区域，珠海大道、湘海大桥接驳珠海主城区，双湖路接驳航空新城，半小时直达珠海各区。想出远门，附近有斗门汽车客运站和高速入口。最厉害的是，当未来广佛江珠城际轨道、珠斗轻轨双轨道还有深珠通道运营之后，去广深港澳只要一集电视剧的时间，完美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。天韵处于黄洋河、弋河两岸核心区域，规划总投资额达15亿，十里滨水长廊、五公园三广场、大庆金都会等大型商圈、希尔顿酒店、市容爱美酒店等五星级酒店环绕，生态之地、公园之城，宜居宜游。项目三公里内全学龄教育资源覆盖，两所幼儿园、三所小学、两所中学。医疗资源方面，珠海市第二中医院、妇幼保健院等15分钟车程即达。周边生活氛围浓厚，更由于保利联合打造的超万方黄洋河东堤商业街，吃喝玩乐通通满足。当然配套重要，产品本身更重要。时代天韵，时代中国天字系产品，规划8栋住宅和部分低层商业，总建面约11.7万平方米，秉承景观最大化原则，楼间巨大，居所南北通透，采光极佳。一直说精工美学，那体现在产品上是什么样呢？时代天韵的精工美学融入了项目的各个细节。首先，建筑技术上采取装备式技术，配合BIM智慧建筑平台和铝模等技术，严格把控建筑细节，有效提高建造精度和抗震能力，更有效防水、防震、防裂。第8届龙福杯全国BIM大赛国家级施工组第二名，2019年珠海装配式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示范项目等多项奖项加持。第二，精心规划社区园林，内有儿童乐园、成人健身区、阳光草坪、园林会客区等，保证业主在下楼5分钟内就能享有相应的活动空间。我们为每一位业主营造归家仪式感，9米大气门楼、5.6米艺术大堂、明亮宽敞地下停车场。第三，项目也设置了安全的人车分流、合理的乐活空间分配等。大到建筑技术，小到美术细节，精工美学无处不在。室内细节上，一线品牌精装，多功能收纳空间，处女座无挑剔，贴心设计，让家拥有家的样子和温暖。71平方米片区稀缺户型，100万住方正两房，97平方米正三房明星户型，南北双阳台，121平方米大四房，6米河景景观阳台，更大更宽的生活空间。还有90平方米和101平方米的百变入户花园三房户型，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。我们用心把关每一处细节品质，只为让更多业主实现真正向往的生活。时代天韵珠海西城精工美学社区，期待您的到来。